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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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ng a bottle of rum.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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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m and whiskey bourbon. Hello， 我是观光客 Jasper，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跟姐姐出门，我们来吃很完美的店。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餐点吧。带大家看一下这间店的风格，是充满一个童话故事的感觉，就是那种美女野兽啊、爱丽丝啊。然后它整个店的风格整个很特别，要说欧洲风吗？看这里还有这个，然后它的杯子好特别哦，有种在西班牙那种感觉。这里还有一只小美人鱼，这里这是前一组客人用的杯子，我觉得超可爱的。开动啦！今天来吃一间很漂亮的店，我点的是汉堡排，姐姐点的是鸡胸肉，她饿坏了。想这么久，你有收钱吗？这是干煎鸡胸肉。看一下它的菜色，看起来很漂亮啊。这个就是一般的吐司，不过颜色不太一样。我的是绿色跟黄色，姐的是跟绿色、浅绿色、蓝色吧。蓝绿色，这个蓝绿色，然后这是他附的浓汤，也是有很多颜色的吐司。他说这个叫甜菜根，可是我不知道喝起来是什么口感呢？这是甜点。哦，这是甜点，辣，好特别哦。这是一般沙拉酱，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吃起来是什么口感啊？吃起来有素食的感觉。素食？你是说素食？素食哦，你是说菜吗？对，就是 vegetarian 那个。好哦，然后就附一些水果跟蔬菜，是我们今天的中餐哦。吐司附了两个酱，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黑色的什么？蓝莓吗？蔓越莓。蔓越莓，但我觉得白色的酱超好吃的，很厉害。那个什么的我都吃过，所以我就想要去吃新的店。吃饱了，这是姐姐带给我的。她说昨天排队排了久，叫什么名字？没有排队啦，那个是要定做的。定做的，说这个叫什么可？哎呦，可丽露。可丽露。可丽露这个，它闻起来有那种黑巧克力的味道。你的表情好经典。
看他的表情，他在吃甜菜根，跟我刚吃到的表情是一样的。好，继续我的这个可丽露，它闻起来有那个黑巧克力味道，哎、欸，很香哎，这个，有点综合一下，你还活着吗？好，好，那是一个，这超香，这真的很香哎，是我昨天去工作室拿的，你闻一个，然后整个都很香。你要一边闻，然后一边吃那个。好了，这个。好脆哦、喔欸，它皮很脆，它皮很脆。你刚刚吃饼干，可丽露里面是有巧克力的吗？有吧，它里面有加酒。我给各位看一下它在干嘛。它里面有加酒。它就是在吃这道那个粉红色刚刚看的那个甜菜根的东西。我刚也是吃进去的时候，然后满头问号。好，先这样子。好，继续我的。很脆的可丽露，为什么那么脆啊？好比较脆哦、喔。那它现烤，昨天现烤出来的，很脆耶，很好吃。我之前烤可丽露外皮都没有那么脆。对啊，我之前吃的也没有吃过这么脆的，这个真的很好吃。这个好像是他从什么学艺吧，有去法国学甜点回来的。他说一个要一个便当的价钱。那可丽露都这样，卤肉饭便当吗？差不多，很好吃。这是我今天吃到最好吃的东西。很好吃，因为它颜色很漂亮。超好吃的，在哪里买的、啊？推荐一下。嗯，一个工作室。叫什么？雅山什么甜品手作店？它是没有对外，它是工作室，然后它只是在 Facebook 上面就是可能开卖说现在在卖什么，是然后有人要订购就是留言这样，然后去取货这样。哪个雅？哪个山？雅，优雅的雅，山就是那个山 ，mountain 的山。OK 。好，今天我们就来这边吃这个，待会见。我没有吃过压力这么大的一顿饭，我们吃完了，逃出来了。因为我们刚刚坐的位置是在店员的正前方，然后对于他的料理，你用一个表情来表示。我只用一个表情来表示，就是。对，这样。是一间漂亮的店，一间很漂亮的店，很适合拍照的店。很适合。然后呢，它的餐点看起来也很漂亮，但是它就是吐司好吃，果酱好吃，浓汤不行。浓汤就是看起来像粉泡，很粉的那种，就是不 OK。诡异的那种。我自己这家煮康宝浓汤应该都更好。然后那个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千层什么东东？哪一个？你说上面有插一个那个 cheese 片那个吗？对，那看起来也很好吃，但是就是也是少见的，我东西没有吃完的一个东西。对，然后它鸡胸肉很
柴耶。它好像其实是有点主打无油料理。对。所以东西是没什么油分，但是我看它前面有一页是生酮料理，可能这间店是走这个风格。对，就是健康，但是实在是吃不太习惯。然后那个甜菜跟那个冬冬，我实在是无法理解。我刚刚就是在吃的时候，然后他一边跟我聊天，然后我就一边吃，然后就露出很奇怪的表情，然后他就一脸觉得好像说错什么话的表情，然后我就觉得，就我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对，我也没有吃过这么奇特的东西，就是、很奇怪，然后你不会形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东西的口感，就是你看起来会觉得很想吃看看，但是对吃了一个你就会想。因为它很漂亮嘛，用个爱心的盒子装，又是粉红色的，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对，那哦，有了，还有一个可以称赞，就是生菜沙拉跟酱，也不错。然后，反正我们今天就是很安静的吃饭，然后对，就是来看装潢。对，我们就是好，装潢很可爱，就是花钱来网美店拍拍照这样。对，爱丽丝梦游仙境，我们梦了一下。好啦，那喜欢吃健康料理的朋友可以来想要吃，看起来好吃又不会变胖。对，或者是感觉是无油的，对，所以或是有在吃生酮料理的，最近好像蛮流行，蛮多人在吃这个的，可以来尝试看看。不过它好像有那个很漂亮的蛋糕，我们没有点。就不知道吃起来口感如何，对，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啦，下次见，拜拜。One day it's over, baby. Someday we'll find a way out. When all our strings are broken, you'll see that we could do without. When all our dreams are over, when all our hopes are dead, with this town turning colder, with all our colors bleeding red, I'll be